小姑娘挺厉害的嘛，背这么多。我靠我靠，小姑娘小姑娘别动，我靠，叽里咕噜讲什么，会不会讲普通话？你看一下我车被你刮成什么样啊。临走时刻，看到一墙还站的爷爷和安慰小姑娘的奶奶，
的钱突然就不香了，哭什么哭嘛，500块钱怎么够我修车呢？哎，老人家，我就先走了。希望他家能发现吧。今天特意买了点东西去山里看望一下小姑娘和老人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刘思叶，上次的事我知道自己做的有些欠妥，我也挺愧疚，大家也别骂我了。上次我就没打算要小女孩的钱，好多人关心小女孩，今天有空刚好去看一下。咦，这小姑娘在干嘛？记得我不？记得。今天来看一下你，给你买点东西。哎呦，这些就不都买了什么？哎，是，也不知道你们缺什么，随便买了一点。
那他去哪背了？我去看一下。行，好的，那爷爷你坐一会儿，我去看一下奶奶。奶奶，你怎么这么大年纪还来背柴啊？你快放下来，我帮你背。放下来，快！我都走到这了。你这个年纪的人不是都出去外面了吗？你怎么没出去啊？我想说，我爸妈
爸爸有没有跟你们打过钱？不好意思啊，都没提起过什么事。干莫别哭，会好起来的啊，干莫。快别哭了，快起来啊，干莫。别哭了，干莫，你看你还是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哥哥，我今天心情有点不好。没事没事，哥哥都知道。真的好难受。走，不哭不哭，会好起来的，真的。我们快点赶羊回去。奶奶在家里待着，快让干莫快听话，别哭了，真会好起来的。走，别哭了，开开心心回去，不然爷爷奶奶看他们要伤心了。带什么钱？挣点微薄之力吧。哎，不过你看到点了？刚刚我关羊子那个部分，你装个头也不见了。刚刚我去车里拿了个东西。你坐嘛。坐就不坐了。是这样的啊，干莫，听说你爷爷腿不好，然后今天来得急，我也没带什么现金。刚刚我去车里看了一下，有两三千块钱。来，奶奶，这个钱你收下，你们拿着去给爷爷看一下腿，早点去看一下。不要不要不要，阿甘莫来说，听我的听我的，钱不多就点微薄之力。不过你听我讲，之前我花着你车那个钱，你就没拿我这里，心里面都过意不平。现在这个钱我更不能要。不过你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就点小心意。不，真的谢谢你的心，真的我不要，不能要这个钱，真的。你放心，阿哥，我家爷爷的腿的话，我今天我想买个羊子，我就带他去。你先坐，那好吧。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水吧。行吧。那我们坐上去了哈。阿甘莫，水不用倒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公司还有点事情，我得赶回去。你先吃完饭嘛，那要不然喝口水你再走嘛。饭不吃了，饭不吃，我真有事情，时间也不早了。爷爷奶奶，你们保重身体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那好嘛，我送上你，姑姑。行吗？我买你的。好。阿甘莫，别送了，你回去吧。好，姑姑呢？你开车吗？小心点的。好，我先走了。你好。啊。阿甘莫，哎，哥哥，你来了呀？你抱这个羊干嘛？这几天我都有在等你，我想把上次你发我家那个钱还你来着。钱？你没带你爷爷去看病吗？没呢，那个爷爷那个腿这几天不怎么疼，而且他也不愿意上医院，我怎么好意思花你的钱呢？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？你爷爷不想去医院，你就不带他去检查吗？在那胡闹。走，上车，我今天刚好有空，我带你和你爷爷下去医院看一下，检查一下，放心点，如果有问题就治疗，没问题那也是好事。那好吧，哥哥，那你可以帮我劝一下爷爷吗？他不听我的话。可以。那行吧，你开车上去，我抱着羊胖弄脏你车，我走路上来。走，一起坐车上去了，你走路还要走好一会，不然一会医院下班了。好吧。
快点，快点，不要墨迹，一会儿就要下班了。脏你车的。没事，车脏了洗一下，快听话。阿高莫，你怎么搞个羊帽子呢？刚刚不小心让它跑出去了，它还太小，干山，所以我又给它抱回来了。干山了，干山不久，哦，才几天。确实挺小的，小羊羔。阿发妹。来喽，阿弟，过过子来喽。爷爷，上次时间太赶了，时间太晚就来不及。今天刚好我有时间，带你去医院看一下。可是吧，钱不在。钱没事，钱不重要。你还是去看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如果不好的话就治疗。好的话，阿甘莫他们也不用担心。不然你不去看的话，阿甘莫和奶奶都挺担心的。换一下衣服，我们今天就去看看。阿莫到了，你帮爷爷解一下安全带，我们去挂个号。检查了没什么问题的，你不要担心。没事没事，医生说让他按时吃药就好了。钱等我赚到钱了，我会努力赚钱，然后再还你东西。
剩下的钱不用，你先不用还。听我说，就是。不行，这个钱也要先还你了，因为。刚刚在车上你也听到人家打电话来催我呢，我改天有空我再过来，然后你回去叮嘱爷爷按时吃药。行，但是你们就先回去吧，我就下去了，改天我再过来。好，走啊爷爷奶奶。